年一度的盟主杯开战，但这却也是台中威达总教练曾华伟在业余棒坛的最后一战。明年球季将重返职棒，担任中信兄弟二军教练。其实都是在为棒球服务，我是觉得在哪一个地方都是一样，都是要重新就是归零。对，其实舍不舍，其实放在心里面，大家都知道，但是心照不宣，男孩子嘛，不舍的东西不能讲出来，放在心里面就好。库隆2011年来到威达担任教练，隔年接掌主帅兵符，在这之前也曾在台体大与台中高农执教，重返职棒让他教练资历更完整。然而台中威达日前传出球队未来动向不明，加上总教练即将卸任，面对谣言，球队上下难免不安。对，我们也很努力的在为每一场比赛跟每一个杯赛在做努力。对，我觉得他们是不会动摇，因为他们棒球，他们工作，他们的专业就在棒球场上。其实很多东西外在的因素是我们就不用去，就算知道我们也没办法做决定，但是我们只能把我们的本分做好。而台中威达尽自己本分的选手，就包括了在盟主杯八强赛主投八局只失一分，淘汰南霸天台电的先发投手林祖正。大家都很认真训练磨练啊，对吧？就是为了这一场比赛，要打出一个好的成绩，让外界看一下吧。越是在动荡时刻，越要坚守自己的岗位。毕竟球员和教练能做的，就是在棒球场上每一分钟尽本分，全力拼战，才不会愧对这得来不易的棒球舞台。《软体新闻》综合报道。